Hello, hello, 我又来了。看看我今天来哪里了。哈哈，我进山了。小朋友，你们那里有山吗？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玩具，找找看吧。呀，我好像看到了。看，还有好几个呢。过去看看都有什么吧。先从你开始吧。城市环卫车。你是不是进山收垃圾来了？不错不错，值得表扬。再来看看你俩吧。小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车吗？没错没错，它就是叉车。你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吗？一会记得告诉我呀。看这里还有一个叉车呢。你俩是不是双胞胎呀？你是弟弟还是哥哥呀？快去找他吧。看这里还有一个呢。这是铲车吧？哈哈，你的铲斗怎么回事呀？走，我带你去修理厂吧。